感觉抱着东西过来的，诚惶诚恐，是来听相声就得了，嗯，花那么多钱买票还送礼啊，真是实在是愧不敢当。是那这北展门口好几家卖花的，他们说屋里都供着我的相片。好家伙，卖花的祖师爷啊！我救活了不少卖花的啊，谢谢各位。嗯，为什么老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呢？一点都不假。嗯，拿我们当亲人这么捧是。其实您也都知道，咱这么些年了，嗯，我还是那说相声的郭德纲，是那，嗯，因为我们在一块儿，就这么些年来啊，尤其是我们哥俩，先等一会儿啊，哎，你要不打算介绍我，别往我这比划一下，行不行？多别扭，不用介绍，这没有不认识的 啊， 啊，是著名相声表脸艺术家，哎，这表脸像话吗？什么？这在网上骂人的词儿。没事，少上网啊。这没听说过，叫表演，表演艺术家。别写艺术家，谈不到，谈得到啊。早晚您也是一代宗师啊。我是狗啊，是怎么着？怎么说？一代宗师，一代宗师。不敢这么说，这都是车震一时的好演员。什么词儿啊？您什么车震一时？怎么说？名震一时，明天去，明天。哎，这嗨，今儿冷是吗？哦，什么呀？车里没暖气。这名震一时，名震一时啊。嗯，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啊，快半辈子了。是，没有别的手艺啊。对，就会说相声，小学的这个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嗯，岁数一天一天大了。嗯，真的，你不是说二十来岁那会儿啊？当年小孩的时候说相声，不知道累啊。那年轻啊，站台上怎么说都没事。嗯，一个钟头俩钟头假的一样。是，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，这岁数大了，连他媳妇儿都说我。我媳妇儿怎么说你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。对，谁说？什么意思？这是真的啊？哪儿这话？所以咱得好好的说啊，对得起大伙儿的每一张票钱。是啊，嗯，为什么？我跟谦儿哥能合作这么长时间，嗯，首先说这个行业很独特，哦，相声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嗯，但也是最难的。这怎么说呢？有没有这个桌子一样说相声，哦，有没有这个大褂都无所谓，这是服装，带着嘴来就行了，就说简单，嗯，但说好了不容易，哎，这得下功夫，因为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我拿手一指，这儿有一冰箱啊，嗯，你一定得相信这就是一个冰箱。哎，我们这是无实物。电影不行，电影里边哇，这一冰箱，你能把电影院砸了？嗯，那是他得有道具，啊，他那个是直观感的。嗯，我们简单抽象，一比划就行。嗯，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、人物、矛盾冲突、喜剧节奏，嗯，都是一张嘴说出来的。对，当然这个东西也限制了我们的发展。哦。没有办法，嗯，故事第一就说是我的，嗯，第二就得说他的事儿，嗯，第三就说他们家里人，嗯嗯，我占俩这玩意儿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说相声五门功课嘛，啊，说学逗唱还有他家人，啊，没听说过，不能说别人呐，哪能说别人呐？别人不行吗？只能说自己，嗯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最快的速度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，哎，这快。你以为我站台上天天的，哎呀，谦儿嫂如何如何，嗯嗯，谦儿的儿子如何如何，嗯，你以为我天天说他，我那么开心吗？啊啊，你就是这么开心啊，这我都瞧出来了，这老这么鼓励我，这是鼓励吗？这个别人不明白，您应该明白，嗯，您是干这个的，说相声的吗？你是说相声的，你应该理解这个，嗯，为什么郭德纲在台上老说你？是啊，因为你挣的这份钱。这倒是，我打小说相声捧哏出身，嗯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啊，嗯，外边换谁谁上来，郭德纲他媳妇儿如何如何，哦，郭德纲他爸爸怎么怎么着，嗯，那词儿就这么设计的，对，谁来这活谁就应这个，这捧哏嘛，跟唱戏一样，嗯，九十岁的一老艺人，老艺术家九十了，嗯，上台他唱小生的，他在台上也演的是个孙子，对，他没胡子，你不能说他都九十了，你们不尊重他，他挣着那份钱。说白了就是这样，六岁的孩子，嗯，唱老生，六岁一小孩上台带一胡子，他演的是个爷爷，嗯，你那哪说理去呢，嗯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艺术？嗯，艺说的是我的能耐，嗯，术是把这能耐卖出去，
哦，这叫术，这搁在一块儿，这叫艺术。嗯，对您来说是个乐趣，对我们来说是个饭门。嗯，就是吃饭，剃头修脚，说相声，种菜，嗯，上非洲当个皇上。嗯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嗯，当然了，人分三六九等，肉分五花三层。嗯哼，能跟谦儿哥合作，嗯，我之幸也。您客气，跟咱们哥俩合作半辈子了。嗯，真的，实话实说呀，啊，要是没有他，我这相声说不好。您太过，实话实说，这个人家的成长环境，整个人的素质方方面面，高我们一头。您怎么那么客气？真的，你包括你上家看看，你真实的接触一下什么谦儿嫂，包括于老师的父亲母亲，你会觉得，哎呦，人家这个家庭这份儿，不接触我呀？哎呀。接触那几个人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谦儿哥忠厚长者。哦，从小家庭环境方方面面，你又捧我。谦儿哥，我熟悉他啊，三岁习文，四岁学武，五岁胸口碎大石，这练这个。二十岁参加工作。嗯，哎，我五岁胸口碎大石，二十岁参加工作。嗯，中间这几年呢，养伤啊。我跟大石们谁碎谁呀？我们。谁碎谁都行，这没听说过。良好的家教啊，真的啊。嗯，谦儿哥的父亲，嗯，那个老爷子这份儿是，那说句实在话啊，嗯，我瞧见他父亲，我总是毕恭毕敬的，就很尊重。老爷子也见过大世面，嗯，享过福，受过罪，是不同的时候经历过不同的事情，那经历太多了。那一辈子就是一个百科全书。百科复科，说清楚了，说清楚了。百科那叫什么？百科大百科复大百科，嗯，大百科全书吧？您就大爸爸全书了，真的。哎，这好嘛，全书的复科上了，不是，啊，出的那个书叫什么啊？就叫百科全书，他爸爸四个字儿，大百科全书。哎，对，说不清楚了。就这老爷子真是啊，啊，享过福。嗯，当年家里边嗯有条件有身子，享过福。是青年时代自己创业受过罪。那倒是，老头什么活都干过。嗯，你想象不到的事儿，多龌龊他爸别了。哎，什么叫龌龊啊？多窝心的活他也干过。他干过什么呀？他哎呀，卖力气，哦，卖苦力，卖苦力也去。嚯，哦，原来富家子弟，说这卖苦力，卖苦力也行。他挣钱吗？为啥？凭自己这膀子力气挣钱吃饭，养活一家。他也是有志气。那个大楼，嗯，吊在外头给人擦玻璃，就现在咱们叫蜘蛛人呢。哦哦哦啊，是吧？那会儿没有，那会儿他爸就反正就一只猪呗，是吧？啊，一只猪个，不是一只猪，这个蜘蛛人就吊在那儿擦玻璃，大楼外头。当年哪有那个词儿去啊？他爸爸就吊在外边啊。哦，哎，对对，一只王八这 是，就在外边擦吗？那叫擦玻璃，大玻璃啊，一手就行。熨膏，熨膏还干这个？平时他爸爸站着都熨膏，一定坐着。没听说过，一站起来就吐，你知道吗？好家伙，这么些年还没习惯，知道吗？啊，还能擦玻璃。吊上了挣钱，就为这钱养家糊口。嗯，当然后来他擦玻璃也自己找寻快乐呗。这能找什么快乐？那你怎么炼钢工人都这么喜欢炼钢吗？哦，纺织女工都喜欢纺织吗？也是工作，但是如果工作跟兴趣结合在一起，那就是老天疼你。这倒是，他爸爸开始擦玻璃，最早是谋生，到后来挺喜欢。这就干一行爱一行了吗？你看都说高处不胜寒，掉在半空中，嗯，微风袭来也挺开心。哦，找擦擦玻璃哈，啊，挺好。嗯，哟，什么呀？擦太干净了，就看见人屋里头了。哦，有一大姐换衣裳。哦，他看见这个了。大姐一丝不挂，嚯，哦，一丝不挂换衣裳，哦。你爸爸在这儿。嗯。嚯，哦，大姐一回头，呜。全看见了，四目相对啊！这女的急了，是啊，这流氓俩字就要喊出来了，喊他爸爸急中生智啊！看什么看？嗯，没见过擦玻璃的啊！嗨，这谁没见过呀？这你这玩意儿反应快就是有好处。那为什么谦儿哥台上反应那么快？这玩意儿跟那没关系，没看过擦玻璃的吗？跟那没关系。咱们听了。哎呦，这太棒了！这个啊，啊，老头值得学习，就这个呀？那当然了啊！你听着是笑话，平时台下他父亲啊，嗯，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说笑话，不说笑话吗？爸爸就不苟啊，不苟，是
多新鲜！什么叫不苟啊？不是有一词吗？不苟言笑吗？啊，对，您把后面那俩字说出来呀、啊。成语不是也可以简单的说吗？对，就这词儿不能这么简单。哦，我以为可以切一半说呢啊。他爸爸不苟言笑，不苟言笑，嗯，特别认真。我们见他爸爸就怕的都不行了，是吗？他也是怕他爸。那是那会儿他爸爸蹬一自行车啊，驮他上学去，送我。他那会儿小啊，啊，这脚别在车轱辘里边了。哎呦，这多疼啊！要是那个庸庸碌碌的家长，嗯，就得下来。儿子怎么样啊？疼不疼啊？哎呦，我的儿，庸庸碌碌的家长，这叫庸庸碌碌。哎，我爸爸呢？他爸爸，哼，这卡住了，就知道卡住了啊啊，连头都没回，怎么办呢？站起来骑。哎呵，哎呀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活这么大不容易啊，我这。站起来骑，厉害呀！啊，多可怕！我听着都可怕呀，这玩意儿。嗯啊，这都小时候真事儿。嚯、哦，好！那会儿一个学校，嗯，公认的好学生。是啊，我那会儿要考个65分，嗯，我就美死了。哦，要是65分，我爸我妈带着我上庙里还愿去。我靠，至于不至于？哎呀，65，谢谢老佛爷保佑啊！及格了吗？高兴。他、嗯、考99分都不敢回家。也是残疾人要强，我这脚都没了，我这胸口还碎着呢，这活不了了，我这啊，嗯，你比张云雷那可散的厉害，怕你溅我一身啊，99分不敢走啊，就是都放学了，我们这65、62、64的，嗯，我们这都打庙里边庆祝回来了，嚯，嗯。他这个99，眼泪哗哗的，就差一分、不敢走。嗯、说那你得回去啊，是得回家呀，眼都哭肿了啊，拿这张考卷哦回家、嗯。到家门口，他爸爸正遛狗呢。哦，门口遛狗。哎，遛那狗。嗯，回来了，回来。这么横，考多少分？嗯，看吗？99。嗯，老头急了。哎呀，这拉着狗呢。啊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把这狗抡起来砸脸上，好家伙，这狗招谁惹谁了？这个连人带狗都懵了。关键是这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！打那儿起，邻居给他爸爸起个名叫什么呀？中华田园人。哎，没听说过，哪有这名字呀？这样的。成长经历啊，他能不出好样的吗？也没什么，可以了，是吗？可以了，嗯、拿我们当亲兄弟啊，咱们关系好。我啊，高峰，嗯，我们这都一块长起来师兄弟吗？那会儿那个曲艺团有那个培训班，是就搁在戏校里边，因为戏校给那个文凭，嗯，哎，把我们都搁在那儿，是给曲艺团代培的学生。对，我们那个班同学，嗯，他比我们大4岁。对。竟然一个班，嗯，您这意思我蹲4年班是吗？打小在一块儿，真是跟亲哥哥一样。嗯，喝茶，嗯，人家花钱。啊、哦，嗨，就别提。喝酒，啊，人家花钱，有就花呗。吃饭，嗯，人家花钱，该应该。哪怕去那个地方，也是他花钱。您先等一会儿吧，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哎。好家伙，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是吗？啊，你叫聂个地方。嗨，您说这别扭。哎，就是拿我们当亲兄弟是一样的啊。家里也真有钱是真的。哎呀，谈不到，真的。好家伙，我们用 BB 机，嗯，看见了 BB 机啊，嗯，看见了。啊，这说着就用上了。嗯，哎，人家用大哥大，嗯，是吧？后来我们用手机，人家的手机永远比我们先进。啊，就买的好的啊！我们后来还用翻盖的那个啊，人家已经用苹果的了，哦，就苹果半啊，苹果半还没到苹果一，哎，这嗨，太早了啊！嗯，人家反正永远赶在我们前边，嗯，到后来人家那拿指纹开锁，我们都新鲜，哦，啊，哟呵，人家这手机怎么了？不懂，谦哥拿指纹开机啊，划一开，我们都没有，嗯。但后来我们也有了，我们也用指纹开机，嗯、人家换脚了啊，嗯，拿脚开机，拿脚开机，哦，大冬天，嗯，谦儿哥出来了，哦，皮帽子，围脖，皮大衣，嗯，皮靴，呵，拿着手机，
这一出来，叮咚，来电话，嫂子来微信了。嗯，怎么着？你先等会儿啊！我要干嘛呀？我这，你这把这脚露出来好开锁呀？我把脚露出来，连大衣都得脱了，里边是连身的紧身的内衣啊！好家伙，我这毛裤啊，我也算内衣外穿了，都脱了，秋裤啊，裤衩都脱了。好家伙，就是鞋没脱，感觉脱鞋，脱了袜子，拿过这手机来，哎，这开机了，这外人都不知道我干什么。嗯，嫂子微信，嗯。回来吃吗？嗯，不回来啊、哦！我再穿上。好，这个费劲呢，我还是回去吧，要不十分钟啊，都穿好了。啊、叮咚！哎，行了，行。我换一手机比什么都强。嫂子，嗯，在哪儿吃？嗯，外边。哎，得。叮咚！哎呀，对，早点来吧，就是这么有钱，这叫有钱吗？您说有钱、啊，不光有钱，嗯，而且这个人重情，这是最主要的，这点随他父亲是吧？据传说，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啊，只要是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女人就爱，这叫重情啊！哎呦，他随他爸爸这点，我也这样。好，八岁，嗯，就爱上了他的表妹。嗨，喜欢表妹，表妹叫绿茶啊，绿茶婊啊，少来这套啊，这词儿我们懂。表妹，我好爱你啊。表妹说：“哎，不行，怎么？第一，你是我表哥，哦，我是你表妹，咱们不能结婚，这叫亲关系。第二，我有我的志向，您什么志向？长大后我要嫁给王子，你瞧，我要嫁到国外去，哦，还要远嫁他乡，嫁给王子，你瞧瞧。”我有预感，怎么就预感？我一定会嫁给王子，就有这志向。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拿得远，哦，这是一个老讲究，也不是谁传出来的啊。拿筷子，嗯，说拿得近，嗯，就嫁了家门口，就守家。越远啊，嗯，说嫁得越远。嘿，对，有这么个说法。表妹两根筷子接在一块吃。哎呦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哎嗨。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，没跟表妹成，那是啊，跟嫂子成了，那我们俩这不是成家了吗？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老话说的对，跟嫂子好了都不行了，这我们有感情基础。刚才在后台换衣服啊，脱了裤子换这条彩裤，嗯，我一瞧，哎呦，怎么，跟嫂子穿情侣裤衩？啊，你先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怎么知道是情侣？我胡说八道！我是听高峰说的。嚯，好家伙，嫂子疼人啊！真的啊？嗯，我实话实说呀。嗯，我那个亲嫂子，嗯，不如谦儿嫂。嚯，真的，有时候打门口一过哈，嗯，进来，进来。谁呀？这是进来，进来。你看，你这会儿，嫂子，嗯，进来，进来。啊，谦儿哥呢？嗯。走了，哎喂嗨！我说这么偷偷摸摸的呢，什么意思？进来了，嗯，什么事儿，嫂子？嗯，进来吃豆腐来，快！对，吃什么豆腐？他会炒菜做饭啊，这儿吃饭来，嗯，炒一盘麻婆豆腐，嗯，弄了一根金华火腿，哦，这是上好的花雕，把它蒸完了，切成片吃。嗯，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有一腿啊！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吗？这个。你们就不避讳点儿？疼兄弟呀，疼兄弟，什么叫有一腿啊？来，你喝着酒啊，嫂子给你包饺子吃。你瞧，小铜锅，哦、吃十个煮十个，你吃这新鲜劲儿。我吃饺子有毛病啊，这饺子一凉了就不吃了，不烫嘴不行。捞出来搁到盘子里，只要鼓肚行、啊。哦，热呀 啊，一会儿凉了，一看不鼓肚了，饺子我就不吃了，泄了气儿。我们家人都知道我这毛病，嗯、吃十个煮十个。好，一小铜锅，嗯，嫂子这儿。喝了酒，嗯，包啊，我，你听过那句话没有啊？什么话呀？好吃不如饺子啊！就你就让他赶紧包，赶紧包，一会儿我还回来呢。什么意思？这好吃不如饺子啊？好玩啊？啊，不如包饺子。
哦，你吓我一身冷汗啊！你还吓我一身冷汗呢。这些年来，人家两口子说句良心话，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，这话倒对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嗯，当然，啊，这个怎么了？反正是猫都偷腥啊。谁？于老师明着这个绯闻从来没有过。废话嘛，暗着也没有过呀。小插曲是有的。哟，你看，你看这底下好期待哦。就等着听热闹呢，这个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啊？您打算说什么？这也说，这今年没事啊，今年这……哎，去年有事儿是吗？去年也这会儿，我看是去年封箱前后吧。啊，后来后台一提这事儿，就乐得都不行了。怎么了，谦哥啊？上午大家出来年下了嘛，说买点这个年货去。嗯，又打他住那小区这儿出来，往外溜达，肚子疼，闹肚子了。肚子拧的不行不行，吃错了东西，肚子疼。我跟列位啊，这个东西人有三急，嗯，尤其闹肚子是最难，嗯，他也不像说憋着泡尿，哦，因为那个俄国大诗人约瑟夫说过这么两句话，说什么呀？憋尿能行千里，拉稀寸步难行。这谁说的？这还俄国哪位说成这样的？约瑟夫，哎，行，约大爷说的啊，哎，哪儿拎的？于老师突然间肚子，哎呀，啊，疼的不行不行的，嗯，脸都黄的，哎，疼的，脸好屎黄色，哎呀，哎，好，拉脸上了是吗？哎呀，什么脏？废话，你什么形容词儿这是？啊，反正难受呗。啊，一回头，他在楼群里边啊，旁边这儿呢，一楼嘛，嗯，这边的房子一楼带个小院，嗯，哎，想上人一楼借人厕所，赶紧。挨着就是一个一楼的小院儿，嗯，门呢虚掩着院门，嚯，门上挂着牌写俩字儿，写什么呀？情人。你瞧，于老师，哦，嗯，屎意全无，嗨，就别这么文绉绉的了，你是不是给我挂的呀？啊，没别人，就是我呀。是啊，去呗啊，嗯，推门进来了，情人来了，进来，把门关上，一回头，嗯，院里边。卧了一条狗，有一人高的狗啊，嚯，正嚼铁链子吃呢。好家伙，什么牙口这是？咔嚓咔嚓咔嚓啊，连嚼再咽。嗯，谦儿死的心都有了，那是多瘆得慌啊！咕噔就跪下了啊！就这会儿，人家本家出来了。嗯，你别动啊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啊，走走走走走，轰走吧！走走走走。嗯，家里出人拽着铁链子给人弄走了，赶紧。好，你命真大。是啊。这玩意儿剃毛之前叫狮子，哎，好家伙，那就是狮子，干嘛还剃毛之前呢？这你们家真缺德哈！啊，那写上点儿，你门口干嘛挂个牌写着情人呢？对呀，啊，知道有狗吗？啊，怎么叫情人？渗入，哎，我这什么文化程度啊？我这是，你把于老师气死啊！啊，拧着疼啊，推门出来了，站在门口正运气呢，嗯。这是一楼的小院，嗯，紧挨着就是进楼道那门哦，打那里边出一女的，哦，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啊。于老一瞧啊，嗯，真漂亮，呵，当时就愣了啊，哎呦，似这样美貌的佳人，世上少见。如花似玉赛过天仙，素口满腰风月可见，压倒天下的女婵娟，暗想到此处不是蟠桃宴，却怎么月里嫦娥离了广寒，天上人间，嘿，我还有心思唱呢，好开心呐！嗯，哎，嗯，别就这样，女的，哎，你是那个，嗯，于，哎，对对对，什么都对，于谦啊，我是于谦，哦哦嗯，哈喇子都出来，我至于这么馋得慌吗？我叫于谦，你看别不信啊。你看我的身份证，哎，叫犯不上。嗯，手机啊，我手机号是139，都跟人说了。哎，你看，我开机，你看，
你别开去，你等一会儿。什么？我还没换呢，是怎么着？我这，你看，这是我微博的登录密码。啊啊，这是支付宝的密码。我跟人说这干嘛？你看，都是我的，这我们家相片。你看，你看，这还行了。哎，啊，那个，跟你说点事儿。怎么着？能上你们家拉个稀吗？哎嗨，真泄气这玩意儿。于老师，我的荣幸，快请，快请。什么叫荣幸啊？你，请于老师上家啊，坐电梯，往下18层。哎，我地狱里头啊。往上是吧？往上啊，您得推门啊。到了，于老师请。啊、哦，一进门，哎呦，怎么着？18层，阳光明媚，那高啊！人这屋里边啊，装修的 啊，嗯，落地的大飘窗，哦，全是玻璃，就这几面墙啊，都是大窗户。呵，从底下到上面，通天大玻璃，多赫亮！阳光明媚，这屋里边亮堂堂的。嗯嗯嗯，哎，于老师，那个洗手间在这儿，您方便一下吧？哦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、嗯。进厕所。去吧，这厕所装修怎么样？四面玻璃，这是按厕所装修的吗？这个，当间一马桶，对，我坐野地里拉屎去了，嗯、脱裤子坐马桶，嗯，四面啊啊，大玻璃，女的搬一小凳坐在门外边，俩、啊、人发微信，就别弄这事儿了，就都这样了，你进来不进来两可了，那就。于、啊、老师，您真的很平易近人，那是。于老师，谢谢啊、嗯，不好意思啊。于老师，您的表情好痛苦啊，多新鲜！是我正在使劲啊。嗨，我们俩要没得聊，就出去吧。这30分钟，啊，于老师方便完了，嗯，擦完了，提好了，冲水啊，开门出来，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假不假呀？这样。于老师，快来，您坐会儿聊会儿天 啊！哎呦，我特别喜欢听您的相声，没想到这么荣幸，您能在我们家拉一个。嗨，哎，不加事、熟了以后会常来常拉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你姑娘、啊，这个这么漂亮，有男朋友吗？哎呦，我都结婚了哦，有老公。嗯，啊，那个小男孩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嗯，他是那个国际野人大赛一等奖。野人的，嗯，吃自行车大赛的冠军，嚯、哦，跟河马打架，他是金牌得主。要不我先走。哎，人啊，这看出来人就刺的刺这儿，知道吗？多新鲜呢！这个一回来，脑袋想到这儿了，我得走。啊，嘣嘣嘣，敲门。好、哦，开门。谁呀、啊？嗯，我。嗯，国际野人大赛一等奖，先到位。吃自行车的冠军。嗯。跟河马打架，金牌得主回来了，于老师都傻了。那是，屎又下来了。哎呀，我说那么脏废话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嗯，哎呦，这我也不知道，没想到你这开门他会误会的哈。嗯，那你说你干嘛来的？我就说我拉稀来的呀。嗨，他不会信的呀。嗯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啊，正好年底了。就说我找了一擦玻璃的，哦，好不好？嗯，就这么说啊。啊，找一小谦儿乐了。嗯，擦玻璃的行行。当年我爸爸就是给人擦玻璃。嗨，别提这个了。开门了，这大个打外边低着头进来的。啊，这门2米5，大个低头进来的。好家伙，他得3米来的。嗯，这是个什么？废话，人不认识啊。那个。我那个粘下来，不是咱家这玻璃飘窗，我找一擦玻璃的啊。哦，嗯，擦吧，可不擦吗？女的进去端出来了4盆水，嚯、嗯，凉的、热的、温的，啊，20块抹布都准备好了。你瞧，嗯，擦吧，嗯、哦，于老师一想，那就擦呗，是吧？人都准备好了啊，踩着凳子啊，擦，嗯，大个儿高兴，是啊，好，哦，这是个干活的材料，这你怎么瞧出来的？嗯，把凳子给我搬过来啊，我坐这看看。哎，你也没事儿干了，就爱看他擦玻璃。嗯，擦吧，上午9点擦到晚上10点半，这屎拉的贵了。嗯，屋里屋外是玻璃全擦了啊。嗯，干干净净的。呵，哎，大个儿到最后看腻了啊，人进屋睡觉了。哦，于老下来啊。嗯，再见。哎，对，可不再见吗？赶紧回家吧。到家，嫂子还不干呢。怎么？你干嘛去了？啊，你走一天呢。嗯。哎，我这出去啊，我也是没想到这个，嗯，这擦玻璃的是哪儿来的？哎呀，我们家也一擦玻璃的，
嫂子说：“这不年轻了吗？找一擦玻璃的啊！”嚯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吧。嗯，给人轰走了。嗯，打这儿起，于老师，嗯，不敢离开家了。那是我得防着点啊。但是，特别同情擦玻璃的。只要是窗户外边谁就擦玻璃，于老师站那看，看看眼泪都能下来。那是。想的太多，这是不是我？不是，别往自个儿身上想。太难过了啊！后来买一望远镜，嗯，没事站着就看，看擦玻璃的，看看哪有擦玻璃的，嗯，哪那么些擦玻璃的？那是啊。到后来没有擦玻璃的，那也爱看，看什么呀？因为他发现这个高倍望远镜可以看到对面的卧室。你瞧我们爷俩这经历多相似啊！嗯。有时候吃完中午饭，嗯，嫂子出去了，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。哦，拿过望远镜来，站在窗户这儿。哎，这你等会儿，我看热了是怎么着？看熟人啊！哟，谁熟人啊？正对过那卧室是德云社说相声的高峰他们家的卧室。啊，对，我们住邻居。我看，哎，一男一女床上睡觉。嚯，看